这一期呢，是要做一个 travel vlog 吧，就2天1夜的 travel vlog 去马六甲。这次也跟了朋友去，也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去，当然，然后我也应该不会做很多东西吧，在那一个行程里面，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吧。现在是到了吃的地方，等于早上啊，早上到吃的地方，然后我们汇合在一个妈妈来出发。这就是妈妈档的意思。到了，再到那个 rest area，很不一样，很我们去到那边呢，是因为还没来得及在汇合点吃早餐。这里呢，我们把车停在酒店附近，就去餐馆干饭了。你要这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哇，你们，look at this。啊，我干了。你动作有点。哎，计算错了。可以啊，一个是一边冲啊，一边冲边的。不要这样，谁要这样就冲两个走大边的。你这个就是我们住的阳台啦，下面还可以看到那种 shop lot，然后下那边可以看到 shop lot，旁边这里也是 shop lot，都是 shop lot，然后下面这边都是很多奶茶店啊，旁边还可以免费看 construction site 的，啊，前面这个我就不知道什么东西，下面这个。那边就是那个地方，就是那个什么 Angkor Malaysia 什么 Malacca 什么，就很像那个 Sydney Opera House 的 Malaysian version。这样还有山的风景，海的风景，马路车风景，还有。的马路吧，这个房间超小的，很小的这个房间，现在。
现在是要去那个 town center 里面，然后他说现在我们没有打算坐车过去，打算坐 grab 过去。车来了。Who's going to sit at the back?又回来了，马六甲啊，也是马六甲。typical 澎湖，depends on y'all 啦，你们要去就去了。走啦走啦。I didn't say anything， 就是看你们要不要去罢了。真的，我们跟在外，我们跟你啊，我们不会走啊。Later. Ah, 对，相机。对，你没看错，就是相机。你真的没看错。视频尾部放出照片。然后因为下大雨，所以我们就等着做 grab 回来，然后回到那个后买了水来。Look at this， 这个刚刚下午发现到，就是一来 check in 发现到的东西，那个坏掉了，好像也没有东西，是我们的错。然后了一个网子。就这样，今天就先这样了。Day two。现在是
起床了啦，其实很早起了，只是我刚刚冲个凉，然后在外面那个这里那个 balcony 阳台那边拍一些照，不是就拍风景，不是拍我自己，拍了照然后再冲个凉，然后等下就要出去，然后等一下就要去吃早餐吧。因为凌晨下雨，跑过来，没有，不是跑来，就走过来shopping mall这边。3 hours later， 因为不想要那么早就消耗那么多的电话电，所以就停拍了。告辞。我自己一个人而已，Malaga Street 那个这个吧。有图片比较好解释。A few moments later.最好笑的东西，3点多4点来Glabang Beach， 只想喝水。答应好的照片来了。